他来了，他来了，他接到稿子就来了。大家好，我是祥子。森林狼宣布正式签下状元安东尼·爱德华兹和28号秀贾登至麦克丹尼尔斯。爱德华兹身高1米96，司职后卫，上赛季在佐治亚大学场均得到19.1分、5.2个篮板。麦克丹尼尔斯身高2米06，司职前锋，来自华盛顿大学。按照标准合同120%签约，爱德华兹起薪为975.7万，之后三年年薪分别是1024.5万、1073.3万、1353.5万，四年总合同是4427万。第三和第四个赛季为球队选项。麦克丹尼尔斯的起薪是197万，之后三年分别是206万、216万和390万，合计1009万。 And 他走了，他走了，右下角点个赞，再走啊老板。